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2024总统立委二合一选举就在1月13号，随着选情加温，很多奇特的事件或者是消息就会在我们身旁流窜。如何不被这些境外的势力而影响我们投下神圣的一票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邀请到两位具有火眼金睛的专家，带大家来洞悉一切。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地检署检察长李佳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检察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主任检察官黄佳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请我们的检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基隆地检署选举查案的重点到底有哪些呢？我想这一次是全国性的检举，全国性的选举，所以说其实全国来讲，整个选举查查重点大概也都是相同的。那法务部已经在6个月前已经颁布了选举查查的纲领。那除了传统的查会制报以外，那我们特别强调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严查选举赌盘，第二个是严防境外势力介入选举，那第三个就是积极的防治假讯息。那尤其是总统、副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是属于一个大选区的选举，那这样的选举其实大家知道要以贿选，要以金钱贿选或其他的财务的贿选的方式，其实对候选人来讲，如果他想用这种方式，其实效果会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如果想要以这种金钱来介入选举的话，很可能就会采取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其他妨害选举的方式来介入选举。那这样，所以说法务部才会告诉我们这三个重点，然后希望我们在这个选举查查这一段时间特别注意这些问题的出现。那此外呢，法务部也强调，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强调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对于以违法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提起当选无效之诉。那这因为我们认为一个用违法方式去竞选而当选的候选人，他不应该能够享有在这个公职上工作，在这个公职上面占有这个位置的权利。因此我们很强调的是说，如果以这样的方式，不法的方式被他选上了，我们也要提起当选无效之诉，要让他离开这个他违法取得的公职。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选举查查的重点，是就是要建立选举查查的这个公正机制，维护选举的公平性，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然我们检察长呢、检察官他们要在办案的时候，其实要花费很大的心血跟心力，要搜集证据，就跟我们的超马选手跑马拉松一样。我们来看看，办案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面对不同的艰辛与挑战，每一步的坚持都决定自己的价值，而你可以决定选票的价值。跑极地超级马拉松时，我享受跟自己对话，就像投票，我只听心中的声音。不买票，不卖票，不受假讯息跟境外势力的影响。我是极地超马选手陈彦博，这次我们当全民的破风手，勇敢检举贿选，投下你神圣的一票，改变从你我开始。这次选举面对违法假讯息、赌盘、境外势力介入，请国人勇于检举，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贿选，人人有责。中选会呼吁全民总动员，一起反贿选，让我们用干净的选票守护台湾的未来。
是要反贿选，这就是爱台湾的最佳行动力。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现在跟着时代的潮流不同，这个贿选的方式也都不一样。其中有一项就是境外势力的介入。那目前就有报道指出，防止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警方已经破了52件67人的赌盘。我们要请教主任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新议题，就是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这个是什么样的介入模式？好，我们都知道，随着国际情势的发展呢，两岸关系的演变呢，台湾在这个世界上的舞台哈越来越重要，那也越来越特殊。那适逢呢明年哈总统大选，所以呢各样的境外势力哦就想要透过各样的影响力来选举我们台湾的选举结果，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国运的走向。所以呢，怎么样哦用正当的方式去拒绝境外的势力来影响我们台湾的选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啊，刚才啊，在这个宣导影片当中所说的，我们投票只听心中的声音。现在各位民众要小心，各样的境外势力，它就是用各样的方式去影响你心中的声音。那么呢，这个为什么哈？我再提一遍，为什么呢？这个防止境外选举哈。介入选举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它除了会影响到我国选举和公平竞争的公平性这个重要性之外呢，它也会动摇我国的这个社会的安定还有国家安全。那最重要的是它会强害到我国民主法治的根基。那根据法务部它所公布的，目前呢我们发现国外境外的这个势力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选举呢？大家可以想哈，第一个，他就是去影响候选人，他呢会用各种金流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候选人。他可能呢，某个国家可能呢，透过给台商钱，台商呢哈再去对这个候选人支持，那让这个他们心目中属意的候选人当选。所以呢，透过一个中间的管道，把钱输入给他们特殊的候选人使用。除了利用台商这样子商人的角色，他也可能透过地下汇兑，好这种非正当的经营金融金流的方式来流入我国哈，这个呢除了会让这些黑钱进到特定人的口袋之外，它也会影响到我国的金融秩序。那再来呢，现在他们会利用虚拟货币这样子比较新兴的方式把钱洗到台湾来哈，这个一切都会造成我们呢这个候选人被用各种不同的金钱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刚才讲到了，除了金钱之外，其实现在会影响大家选举投票意向的还有就是消息。我刚才说了，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你的投票的意向，所以呢他可能会买动很多的水军去带动舆论的风，网路水军，然后去带动大家这个对于特定候选人的印象，然后去带动这个舆论的风向，它最终还是就是要影响你的投票意向嘛。那还有呢，它可能会用这个赞助的方式，因为有时候我们两岸的互动很频繁，它可能会用赞助公庙活动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把钱洗进来以后去绑桩。这个方式非常高明，因为公庙活动他不觉得对方在洗他，他只会觉得说哎，他对我很好，那他对方可能已经知道你是倾向某个候选人，他就对你特别好。所以呢，境外势力他除了他会让你也许跟第三方讲好钱洗进来要支持特定人之外，他有时候是用各种你没有那么感觉到明显的方式去影响你的投票印象，甚至他买动很多的网红去说特定的候选人的好优点，或者是他们去主导一些议题去买动年轻人的心。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境外势力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影响你的投票印象。好，以上。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假讯息嘛，假讯息它会席卷社群媒体，就像我们常常在 LINE 上或者是脸书或者是 IG 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选举公平性，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要注意这些境外势力。那刚才听到我们的主任分享了很多样，有金钱的，然后有消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珍珠公庙，就等一下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真实的励志故事哦。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有一个破案消息，就是虽然选举还没到，但是已经各方势力在蠢蠢欲动。总统大选逼近，刑事局就最近破获了一个位在台中的总统赌盘机房，在台北的线上真人百家乐逮捕了26人。
除暴特勤队敲碎玻璃门进入长生地下室的赌博机房，喝令嫌犯趴下不准动。趴着，手机不要拿。还有嫌犯躲在厕所一样难逃法眼，被救了出来。专案小组另外在台北市万华一处大楼攻坚，查获线上真人百家乐、具体监官及女荷官等。刑事局接获线报指出，有线上娱乐城以2024总统大选赌盘作为博弈标的，吸引赌客投注。刑事局与苗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进行追查。透过脸书社群媒体张贴选举赌盘讯息，吸引赌客下注，此举已严重影响选举结果的公平性。嫌犯另外招揽身材较好的女子，穿着清凉，以直播与赌客线上对话之方式揽客。警方在现场查扣了38组电脑、监视器、路由器、扑克牌赌桌、荷官名牌及现金915万元等赃证物，并逮捕廖姓祖贤等26名犯嫌到案。全案已经依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及赌博罪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我们看到就是赌博这一件事情，如果用在选举上面，那真的是很令人颠覆。那我们要请教检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实务上的选举赌盘到底是怎么样来介入选举的？谢谢主持人哦，就好像主持人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一则新闻哦，很多的赌博就是他平常在经营一般的赌博，但是到了选举期间，他就会加入经营选举赌博，就是赌头呢，他就是以选举的结果供所有的人来投注。那投注当然有所谓的 PK 盘，有所谓的让票盘。 PK 可能就是单纯的以两位候选人、几位候选人之间的输赢。那如果是让票盘，可能就是某个候选人让某个候选人几票，那超过那个票数才算赢或者是输。那甚至也有不同的赔率，就是说如果你压多少钱，你赢了我几倍赔给你的赔率。那这些的设计当然都是为了吸引所有的赌客下去参与赌博。那这一次的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的选举，那法务部跟最高检特别的重视这个选举赌盘的问题。那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以前台语有一句话，酸计无师傅，用钱买着有。那这时候其实我们长久以来努力的查查贿选的结果，其实一般民众渐渐的对贿选也有一点鄙视，有点排斥，再加上我们的高额的检举奖金也让大家勇于检举，让贿选这个方式的风险很高。那这些要用金钱的来介入选举的人，可能就会利用选举赌盘，利用开选举赌盘的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来影响选举的结果。那当然他可能先散布不实的民调，然后煽动选民下注。那一旦下注，我为了要获取我的赌下去的或来赢回这个钱，这时候我就可能我的投票的对象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操作了，所以说这就可能会严重的影响选情。那当然也刚刚我们黄嘉妮主任提到的，那境外势力就也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选举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么重视选举赌盘的原因。那其实过去我们检警调在侦办贿选案件的时候，也都有查过选举赌盘的案例，只是在过去我们就是以赌博罪来侦办，就刑法的赌博罪。那刑法的赌博罪呢，其实它的刑责就跟一般，比如说我在家里开个麻将场，那我来抽头，然后找人家来打麻将。那如果是属于公然聚赌的话，这个赌博罪跟选举的赌博一样的下注，刑责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主投的部分，可能抽头的人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说聚赌的人有成立公然赌博罪，可能就是新台币5万元以下罚金。但是这个刑责后来在以这个选举赌博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刑责太轻了，所以说这一次法务部及最高检就推动修法，已经在今年的6月间特别修正了总统及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以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特别加入了选举赌博罪，
那这个罪里面把主头的刑责提高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把参与赌博的人也提高到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不只是罚金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高的刑责，也要告诉大家，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参与选举赌博。是，哎，真的不可以以身试法哦。那当然，市面上很多这样子因为被抓的案例还不少，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其中一例。除了这个选举赌盘会影响到我们选举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工智慧越来越发达，能够制作出高度逼真的虚拟影片，如果民众一时不察，可能就会被误导。我们要请教黄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心人士如果用这个声位的技术来散播假消息，民众要怎么样来因应，检调单位又会怎么处理呢？好，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其实假消息的散布真的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声位技术呢，它又是更厉害哈，更可怕的假消息。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声位的技术。声位的技术呢，它就是利用这个电脑合成，然后呢让我们哈真假难辨，说哎，我这个也许旁边就有另外一个我，以至于呢旁边这个假我呢，他在做这个影音传播的时候，大家会以为是这个真我真的在讲。比如说在美国就有很多假的川普影片，他去传播一些意见，事后证明是假的，但是呢因为他太像真人了，所以民众一下子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就以为是真的那个人在讲。那如果这个人他是政治人物，或者呢他是这个国际重要人士，大家就会一下子去误以为他讲的这个消息去相信，那这时候就会去影响大家对于一个不管是新闻或一个事件的评价或认知。所以呢声伪他又比假消息更可怕的是说，它会让民众误以为那是真的，更接近真实哦。那从这个事件，那我再引申出来，那声伪这个技术，大家其实之前会很有感，它其实是用在成人影片。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人物或明星去，大家以为是去拍成人影片，可是不是的。这个是声伪技术一开始被重视的原因。那后来呢，引申到选举，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选举，大家发现，哎，这个用来这个做影响选举的这个犯罪是很好用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呢，国家特别重视，不管是最高检或者是法务部，还有呢各个的执法单位都非常重视，是因为一旦有声伪影片留下来，在真假难辨的情况之下，它会严重的去影响到民众对于这个选举的判断，好，那最后当然会影响到选举公正的结果。那么呢这个有碍于我们发现这个议题，所以呢在今年6月的时候，立法院也通过了哈，就是不管是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以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好，都针对于这个声伪的技术呢，有做一个妨害选举的规定哦。它有这个规定是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而散布或播送候选人的深度伪造影音的话，最重可以处有期徒刑7年以下。好，那为什么是重刑？我刚才说过了，因为它的影响真的是又长又远，好，所以才会有这个重刑，所以呢也请民众特别注意。那么呢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这个选举的时代，当你收到影片的时候，不要一下子贸然的传播，因为啊，尤其是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哈，就像是我的这个妈妈啊，或者是阿姨们，他们常常收到养生的或者是呢健康的影片，就是直接转传。但是根据后来检证的结果，好多养生跟这个相关的生活影片，其实都是假的。那回归到这个声伪影片，你在传播在真伪不明的时候，你传播了，其实你就是助长了声伪技术，去妨碍了这个选举，所以要特别小心。因为呢，我们的法律规定有散布本身，你可能就有涉及刑事责任，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哈各位观众，如果呢看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确定是由真正的电视台所播出来的，尤其是选举候选人的影片，千万不要贸然的散布。好，那另外呢最高检察署呢也有责成哈全国6都的7个地检署，我们针对这个假消息因为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也有选举
举特别的查查中心，所以呢，如果民众一发现有身为的影片或者是假讯息的散播，都可以呢及时的向相关的检调单位来这个做申报，那我们会立即的去进行查处。那另外呢，也因应了这个电脑技术的进步嘛，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调查局或者是刑警局，都有针对身为技术的这些影片的破解或者是去鉴定呢也有在做精进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也要提醒各位有想要做不法影片的观众朋友们，不要贸然的以身试法，因为呢现在专业技术也是有跟上，我们要进行查缉呢困难度是不高的。是，真的，这个身位技术，我最记得好像才今年十一月初才刚刚嘛。那我就看到那个有影片，是我们的总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投资虚拟货币，虽然不是影响选群，但是是投资虚拟货币。但是你仔细看那个影片它就是嘴巴不太对，然后另外就是侧脸的部分又特别大，所以如果你有看到比较仔细去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声位影片的不真实性。那当然这个影片很快就被下架了，然后大家其实也看不到，不过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现在这个选情加温的情况下，很多这种声位技术流出来的影片，大家要特别防范，要特别小心，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转传，要去求证一下，如果真的是他们讲出来然后你很有意见的话，你再去分享你心中你的意见。好，那这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据必办篇，社区专线24小时开通，专人接听，受理贿选情资，这个信箱全年无休，默默收集不法事证。这台电脑从不关机，随时接收检举案件。公司部门齐力反馈，掌握情资，严查不法。查会出击，全民反馈。就是要全民一起来反馈，我们要请检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来检举呢？其实这个贿选案件的侦办真的是非常依赖民众依赖大家的检举。那大部分案件成功的侦办也都是因为能够获取非常有效的情资才能够侦破。那所以说从去年九合一大选为例我们地检署做非常重视的反贿选的宣导那只有鼓励全民都能够参与这个反贿选踊跃的提出检举我们才能够成功的侦办这些案件。这也是我们今天到这个节目来要特别再拜托各位听众一起加入检举的行列那至于我们检举的管道呢，是非常的多元。那除了反馈，除了检举电话0800-024-099-4以外呢，我们各地检署也都提供多元的管道让大家检举。那以我们基隆地检署为例呢，基隆地检署非常欢迎大家上我们基隆地检署的官网。那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个反贿选情报站。那大家可以点进去这个反贿选情报站呢，里面就有一个空白的表单，大家就可以直接在空白的表单上面直接填写，然后就寄出去，我们地检署就有专人会收受这个检举信。那另外本署在网站上面或者是你在我们的反贿选的宣导的海报上面，我们有印的 QR code， 如果你用扫了 QR code 加入本署的贿选的专属的群组，那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群组呢去发检举讯息，我们也是都会有专人来接收。那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检举人的身份绝对保密，绝对不会让检举人的身份泄露出去，这部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那因为刚刚提到检举对于侦办贿选案件是非常的重要，
那刚刚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妨害选举的案件也不光是贿选，那包括了所谓的境外势力介入选举、选举赌盘等等。那为了这个鼓励大家检举呢，我们都有给予奖金。那法务部原来定的鼓励检举贿选要点，也在八月份修正成为鼓励检举妨害选举要点，那扩大奖金的发给啊。那根据法务部统计检举奖金发放的总数哈，在111年度哈，总计发出的检举奖金接近3500万元哈，这是全国哈。那到了好险不是只有基隆，那如果这样子这样贿选就太可怕了。那到了今年哈，统计到八月底哦，那已经核发了大约5194万的检举奖金哈。那当然今年会比较多，主要是去年刚举行完的这个九合一大选，地方选举。对，那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地方选举一向以来它的贿选是比这个金流行的，对，是比较严重的哈。那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了解到说，我们真的非常欢迎大家检举，有高额的检举奖金绝对不是看得到摸不到哈，绝对是可以领取的，而且已经有很多人都领取了哈。那也拜托大家在检举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个人的资料哈，最后核发奖最后才能够依据你留下的个人资料，我们来去把奖金发给你哈。那这个要再强调的是，如果你检举的案件呢最后没有定罪，你已经发给你领到的检举奖金，我们是不会追回的。哦，我以为你要说收回。没有，我们是不会追回的哈。所以说这个大家都很要放心哈。那明年二合一的检举的奖金呢，如果查获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贿选的话，检举奖金最高1500万元。如果是查获立法委员候选人贿选的话，最高检举奖金1000万元。那今年也加码，如果查因为检举而查获境外势力介入检举介入选举的话，最高检举奖金2000万元。检举选举赌博，最高检举奖金500万元。好，所以说这个奖金是非常的高的哈。光是检举赌盘这一件事就有500万元，没错，不管成或不成，是不是？没，那还是要有证据，要有一定哈。我这个我在主持人刚刚提到，我就顺便再说明一下哈。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口诀哦，叫做抓贿五部曲，就是接保打速定啊。那所谓的接，就是我们希望检举人能够接近这个行贿的对象哈。那保就是希望检举人能够尽量的把这个跟这个贿选的跟对他贿选人所有的证据保存下来，尽量利用的各种的器材，然后来这个保存跟行贿者接触的证据。那接着呢，就是打就是拜托你打检举电话。诉就是只要检察官把你检举的这个案子检察官起诉了，我们就可以领取检举奖金的1/4。那定就是判决如果有罪确定的话，就可以领全额的奖金。那还是在强调，那也许检察官起诉了，那最后判决没有有罪确定，但是起诉的时候已经发给你的1/4奖金，那不会再追回的。是，哎，这个特别在跟大家做说明。原来还是要起诉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搜集好证据再来检举，这才是对的。好，那另外刚才说到这个现金流的检举，是不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检察长办案经验很丰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谢谢主持人，是。因为刚刚提到关于这个检举人身份保密的话，倒是有一个案子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贿选案件呢，我们检举人呢很勇敢的就站出来跟地检署检举说，我要检举我某某亲戚来跟我贿选，某某亲戚，我某个亲戚来跟我贿选，就我们就说。哎，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你呢？那因为我们所谓的要保护检举人的身份，不只是检举人个人的身份要保密，我们更希望说
这个被检举人他猜不出检举人是谁，嗯，他如果可以猜出来，我们这个保护还是失败的，嗯，所以我们不但是保护他个人资料，我们也是希望检举人也不知道，他完全即便他最后被判有罪确定，他也都没有办法知道是谁检举的。结果我们这个我刚刚讲的案例，我们问这个检举人说，那我们要保护你的身份，他说不必保护，我就是要奖金，检察官你不用保护我身份给他知道没关系，你就说我是检举他的，我就是要奖金。好，所以说我这里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你要贿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去买票的时候不要觉得哎，这个选民一定不会去检举你，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跟他很好啊，人家就不会检举你，你就不会有风险，错咯。所以说大家要你自己如果要贿选你自己想清楚，那你要小心，就有这样的案例，他连让你知道他检举他都不怕，他领检举奖金，他可以把你打一灭亲。是，欸，真的会大义灭亲，欸，所以我跟你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雷家，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检举你。而且我知道大部分大家可以抓到贿选这一件事情几乎都是检举得来的，然后搜证有力收证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来参与任何的贿选行为。那当然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还有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件，对不对？检察长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曾经就在基隆发生过，那个我个人这一次来基隆当检察长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那其实我在民国94年到96年之间也曾经在基隆地检署服务过，所以这一次等于是回到基隆地检署第二次来这里服务。那94年到96年之间，那时候刚好也有一次的大选，那次大选那我就也参与了部分贿选案件的侦办。那这个曾经我们有一个案子，我们的线报是指说某一个候选人某个候选人贿选，那我们就一次贿选，那我们就向情资非常明确向法院申请了搜索票，结果我们就呢这个搜索票申请以后找到适当的时机呢就冲进了这个疑似嫌犯的家中，结果我们就看到呢他呢看到有人冲进来，他就也很警觉，他也知道说这可能就是事机败露了。他的那当时的贿选手法常常是有一本名册，他们就准备说哎，这选民的名册，准备谁已经发了钱就打个勾等等的那个名册。这时候呢我们也那个当时这快20年前了，我们当时查也很重视这个名册是作为扣案的证据，结果这一位这个我们一冲进去以后呢，他就立刻把后面的窗户打开，把那本名册往后一丢，丢进田寮河里面的。结果我们的办案人员呢，哇，为了那一本丢到河里的名册，直接跳到田寮河去。没错，只赶快跳下去，一定要把那本名册捡起来。还好已经最后有捡起来，所以那个案子最后也成功的侦办。这是在自己在基隆的时候服务的时候发生的一个蛮有趣的事。那另外也有一个有趣的案件，也如果这样提到了就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曾经呢也有一次就在选举的我服务地检署选举的前一天晚上，就是通常前一天晚上其实我们整个地检署是全部动员的，就是大家都是包括进驻分局啊等等的，就是都几乎都是快草木皆兵，对，彻夜不眠来形容。那天呢突然间我们在坐镇在地检署的检察官，突然间有人半夜12点快12点突然间有人来检举贿选，这个检举贿选比较少见，他竟然是抱着一包的现金，然后抱着最后打开来还有那个名册，然后也有那个宣传的传单，然后就是一包说来检举贿选啊，一般检举贿选手上不会有东西啊，他抱着一包进来，就后来我们说，哎，那你来检举什么贿选？他说我不知道啊，那是一对母女他们在家里呢，可能在看电视或什么，突然间外面庭院嘣一声，有一袋东西丢进来了。结果他们就跑去看，就打开就是一袋的现金跟一袋的这个就里面还有这个名册跟这个传单，他们就很紧张的就跑来检举了。就后来就原来就是庄脚应该说要把这个
一袋现金跟名册在选举前一天丢给庄脚，要请庄脚去发这个现照名册去发这个现金贿选，因为隔天就要选举了。结果呢，丢错户，就丢到一个他认错门了，就丢到另外一户里面。结果这对母女吓坏，就来检举。那最后我们也再去调这个监视录影等等的，然后最后也成功侦办了这个案件。那事后侦办这个案件的过程披露了以后呢，这个媒体的报道给他的标题是最佳猪队友，就把这个整袋现金这样乱丢了，这个最佳猪队友害他们整个选举这个贿选都就对全部都曝光了，然后也被依法侦办，所以真的。我觉得还是拍了我们汤家，是真的。哎、欸，刚刚看到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案件哦，就是最佳猪队友丢错户这一件事情，所以跟大家说，还是不要贿选这一件事。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就是很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哦，其实都会提供一些宣传品，那比如说餐饮啊，或者是曾经发生过吧，就是选后旅游招待之类的。那我们要请教黄主任跟大家说明一下，候选人要怎么样来拿捏，到底怎么做才不会贿选，又可以达到宣传自己的效果。好，谢谢主持人。其实哦，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就是如果你是单纯要做宣传哈宣导，你就不会踩在那个线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会为难的就是说你想偷渡。好，你想用送这个宣传品的方式，然后呢跟选民说其实我这个是买你，你要投我，我觉得会有这个选择障碍，或者是会觉得说陷入这个选举选择的疑难的，都是心里有这个不正的想法。那么呢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之前大家一直都有一个30元的标准哈，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大家都知道30元以下就是一个宣导品，然后30元以上好像就会考虑。那我在这里要提醒，不管呢是选民或者是候选人哈，这30元不是唯一标准，它只是一个参考的依据哦。好，所以如果你是在宣传品上写说头二号好康在后面，好，拿了这个宣导品，头二号好康在后面，然后大家就跑去问，你们的好康是什么啊？你头二号以后哈，这个之后会招待旅游哦，哈。那这个宣导品只是你把引军入瓮的一个方式，当然就不行。虽然它不到30元，可是呢，它其实跟后面你要吸引选民来哈交换这个选票的这个行为已经连结了，好，那当然就是一个贿选的工具了。所以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宣传品，如果它的目的就是单纯的是宣导，让大家加深对这个候选人的认识，那完全 OK， 那就是不能够在这个宣导品上打上争议性的字眼。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价值。比如说好，我送给你一个相印的电子锅，大家都知道相印电子锅很棒，我这里没有广告的意思哈。这个相印电子锅从几千元到几万元都有，那你说这个是一个宣传品，大家都不会相信，甚至候选人就打宣传品也没有人会相信，对不对？所以呢，它重点是不是它叫什么，而是这个东西它拿出来会不会去改变选民他投票的意向，那以及候选人他交付这个东西他的用意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呢我现在在竞选总部，因为天气冷，然后呢我煮汤圆请大家吃，纵使呢它是我们呢基隆比较好的有名的汤圆，对不对？大家只是觉得好有诚意哦，吃起来很高兴。可是呢如果他的难道他吃很多颗，对，他吃很多颗，你不是说吃10颗一定要投我，不是就说如果他只是说我很有诚意，我展现的是基隆最有名的汤圆，那么基于人情义理，我们不会直接认为他纵使吃10颗、然后呢吃起来也许你就是100块，我们也不会这样子就会认定你是贿选，因为我们还是以减掉的 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会衡酌这个社会的常情，还有大家生活的习惯，最主要是这个候选人他要传达的意向是什么，他是单纯的一个心意，还是他是夹杂着一个交换的概念。好，那再来呢？还有呢，就是要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啊，侦办的最容易的就是一个连结性争议的问题啊，因为呢。也许候选人他自己觉得我没那个意思，可是竞争对手很多啊。有我自己分享去年的案例，就是去年是里长选举，那么呢，有的里长他可能刚好是公庙的理事，有的呢他会办里民活动，好，那其实这些不管是公庙的活动或者是里民的活动，有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赠品。好，那些赠品呢，有几百块钱的，然后也有简单的。那问题是，如果你是单纯的办活动，哈，没有问题。可是你要连接到选举，假设你又穿自己是候选人，然后呢，拿着这个公庙几百元的活动的赠品，一个一个发，然后说哦，谢谢支持，谢谢支持，会不会产生争议性的连接？好，他会说啊，这是公庙的活动，可是选民呢，他会觉得啊，你就穿里长的竞选背心，然后呢，你就发这个给我，然后这个几百块钱，你还要说拜托帮忙。在减掉的角度来看，你也不就是一个搭便车，是不是也是一个变相贿选的行为？所以呢，我们在说的是一个连结。当你自己行得正、坐得正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些争议性的行为自己适度的去一些隔离。像有一些里长，他就知道这个会产生争议，他就尽量就切割。好，他即使他是这个主持人，他也。他把他自己竞选的相关的物品全部都收起来，大家就会很清楚，你现在的角色就是你现在这个活动的一个这个身份，而不是跟你竞选的身份去做连接。好，所以我们要提到的宣传品的重点就是你这个有没有做争议性的一个字眼，还有你这个活动本身有没有跟一些比较你的竞选活动去做一个不当连接。但是如果你本身是竞选活动的话，当然就是没有这个疑虑，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拿捏好，就是你的意向有没有那种交换的概念，或者是你的行为举止会不会让人家联想到不当的联想性，这件事就很重要哦。那当然我们民主制度选举这样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要请教黄主任，就黄主任的观察，那个妨害选举的案件类型从古早时候到现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好，我觉得哈，这个贿选的类型它会改变才是正常的，因为你看我们大家的生活方式，以前跟阿公阿嬷的生活，然后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好，那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亲身例子，比如说我小时候就会听我的阿公阿嬷讲说，哎，以前选举都是要他们晚上就是选举前一天都会听到敲门声，叩叩叩，然后来发钱，然后发了钱之后他们才要去投票，那个是。以前选风很不好的时候，我相信经过了这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听到这样的例子，即使是拿到名册他也是要隐晦的去发钱。好，那随着时代的演变呢，我只能说各种妨碍选举的方式是在改变，但是只有一项不变，就是贿选金钱这件事情，它呢只是转换的方式越来越细腻。好，它呢也许呢不是扣扣逐户交钱，但是它可能是约出来私底下交钱，或者是随着现在的科技时代，它可能呢是用虚拟货币的方式更进步的话，或者是电子支付的方式转钱。好，那所以呢这些贿选的方式是一直在改变的。留着证据可以检举。留着证据，不错，你是说拿到现金就是一个证据？是的，转账记录。我们的确，对，我觉得主持人真的很有敏感度，的确也有这个有人就这样子，有人就是拿到现金以后他就来选举，那这就是检举，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那当然我们会立刻展开相关的侦办行动，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本人的交付，那么他可能呢监视器或者是他相关的轨迹，我们是可以调取的，所以我会说。传统的就是说选举贿选的方式是一直在改变，但是只要有钱的需求，好，这些事情是不变的啊。那当然以前我们还会听到走路工、误餐费，对不对？那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听过了吗？好，然后呢还有旅游招待，旅游招待旅游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没有断过，我们只是随着旅游，以前是进香啊，哈，然后呢，你高级一点招待国外旅游。那为什么旅游它是一个贿选的变相呢？你没有收到任何钱，可是呢，你参加这个旅游是免费的，那谁付钱呢？
候选人付钱，或者是他的庄脚付钱，一样金钱的对价。然后呢，你改变了你的这个竞选意向。首先，他这个旅游他也不会让你就想说，哦，为什么天上就掉下来一个旅游活动这么好？他会很明确的，好跟你说，我们这次旅游是谁招待的？那大家好，投票的时候要帮忙哦。好，他可能第一天不会说，但是他一定在这个旅游的当中，他一定会让你知道，因为这就是他旅游的目的。啊，但是我知道我们检察长他之前侦办案件好像有遇到一个选举旅游的趣闻，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检察长分享一下？也不算是趣闻啊，不过说到这个旅游的以旅游的方式贿选哦，倒是刚刚有讲到说，过去的话可能是候选人他出钱哦，那你完全不用出旅费或者是出很少的旅费，那就可以去玩，然后作为这个选举的对价。那现在也传闻到说有也好像有到这个对岸旅游，那结果也是付很少钱或不用旅费。那我想这个如果跟选举的有这个关联性的话，那这都有可能是贿选了。那过去我们有侦办案件的，他比如说他们开开心心的整台游览车，一台两台游览车开开心心的就整团去玩。那整团去玩呢，有时候在玩的过程中，结果呢我们地检署就接到这个贿选检举，说那个是贿选旅行团，就是那个就是一个完全大家都不用付钱啊，那整团的人就是这个候选人包团，要整个就是贿选啊。结果我们的做法就是等到他整团回到了这个要解散的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呢请他们整团的人呢到警察局呢，那配合我们呢来询问一下整个旅游的费用是怎么付的，然后整个过程有没有提到这个支持某个特定候选人等等的。所以就整台游览车开到警察局。对对对，就整个游览车就开到警察局。就我们只印象中只记得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去玩的人就也怎么那么衰啊，去玩一下还要被带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很触眉头。我们去玩一趟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真的很奇怪，就是说这都已经是比较久以前的事了，就是说我觉得好像过去大家对贿选还不是认识那么多。像我再回到我民国94年在这个基隆办的贿选案件，曾经有一个欧巴桑，他就我们就办到他有收钱了。好，那他就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不能收钱？他说，我说他不知道。对，我说我们反贿选一直在讲，你都不知道吗？他说，他就是这样跟我讲。他说啊，我就打刚再去就起来啊，就假崩假崩啊，不要就规工拢咧怕白。我就整天在打麻将，对，他就说我也没有在看电视，什么都没有，等等的，他就说啊，我满不在，他竟然会说他不知道贿选是违法的这样子。那当然，我认为时至今日，我不太在接受说有人还跟我说他不知道贿选是违法的。那这也是我想这也是一个转变啊，包括说我们的不断持续的宣导，那包括你看到人家在做这个贿选的时候手法这么的隐秘的时候，你一定就知道这一定不是一个合法的。对，没错。对，真的是要与时俱进哦，所以要带大家来看看，其实反贿选结合了非常多的方式在进行，其中呢就是跟啦啦队来结合。我们来看看活力篇。检察官，球场呢？这次为了让全民响应反贿选、爱台湾，特别来到球场。台湾棒球文化除了球赛之外，最提振精神、振奋人心的就是啦啦队。那走吧，让我们一起找 Passion Sisters， Let's go！ 大家好，我是 Passion Sisters， 我是郑飞，我是君凡，我是凤凰。哇！这次选举，我们要面对境外势力、假讯息，还有选举赌盘的挑战，要用最热情的应援来让我们一起为反贿选加油。学姐，是不是让我们邀请最有活力的 Patient Sister 一起加入我们反贿选的行列呢？好的，那我们邀请检察官跟我们一起用力应援吧。那是不是先让我们看看 Patient Sister 是怎么应援的呢？没问题。哇！
视力要严防。让我们一起杜绝境外势力，不听假讯息，不受赌盘影响，干净选风，全民一起来。干净选风，全民一起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任，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我觉得就像是刚才贾长还有主持人说的，台湾的民主呢，在发展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全民对于反贿选这件事情都有认识，所以呢，其实现在也导致说我们的贿选方式越来越隐秘，而且越来越少，年轻人几乎都不接受贿选。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境外势力的介入，还有呢这个假讯息的部分。所以呢，要拜托也是一个呼吁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呢维护干净的选举需要你我一起努力。那么呢，如果知道了有任何不法的选举的不法选举的行为，请务必哈一定要这个勇于提出选举。那请拨打0800-024-099拨四，勇于提出选举，维护干净选风，一起来。是0800-024-099，拨通后还要记得再按一个四哦，这样就会直接帮你保密，你就可以把这个贿选的不法行为给说出来，最主要就是不要影响到我们的选举最后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警察长，是不是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观众朋友？建议没有了，还是最后还是要给各位观众朋友呼吁一下，就是国家的未来是人民来决定哦，那选举投票是民主重要的一环哈。那我们鼓励民众哦，检举所有妨害选举的犯罪行为，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营造干净的选风哈。那维护选举的公正是我们司法人员责无旁贷的责任哈。那我们大家一起让这个选举成为一个君子之争哈，那良性循环。那在除了传统的检举以外呢，如果遇到所有的假讯息、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以及选举赌盘，都请大家提出检举。那明年1月13号，请大家踊跃投票。那我们希望透过公正的选举，让台湾的未来更美好。是，就是境外选举，然后还有我们的选举赌盘，另外还有就是 AI 声位这些假讯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就是我们跟进与时俱进的这些诈骗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选举。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要小看你手中的这一票，往往具有决定国家未来关键性的一票，所以我们要塑造完美的民主制度，需要大家传递干净的选举正能量。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我们的检察长还有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带大家来洞悉这一切。相信我们明年的总统还有我们的立委选举，大家都是非常具有干净的选风。谢谢两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